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张秀玉老师，演唱了歌曲。谢谢，演唱歌曲。两位主持人，大家好，所有的朋友，大家好。 老师拍子的吼，爱拍戏嘛，爱过唱歌啦吼。那你讲，其实老师哦，在这平信之外，在这个其他所在嘛，或者做这个老师嘛，哦，教几啊班的哦。谢谢。这台卡啦，咱讲起来是恁来台卡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就先让这个张老师先来唱一首歌吼，来，风筝头。风筝头。 来，唐总来，阿贺，你看张老师在讲话，阿贺，阿贺你过来，这个七十四号的吼，因为有考试，先确定来哦，伊车我派去哦，啊到底几号在吼？七十四号就是排到什么表？哦，何俊辉啦，哦，你若后盖参赛参赛者，你若参加吼，咱有先过有先，你若有顺线来请假，都不会扣分，我们两个你延后，哦，好，谢谢，好，七十四号何俊辉了哦。 好，老师拍谁来？来，谢谢。哎，好，香港过来一个动肩龙。哎，刚刚那个七七四七二八那个，进来，请你开一下哦。那快点，我好等哦，边啊这个等啊，好，拜托。 掌声鼓一下我们的张老师，谢谢，光肩膀。